叫做向前左右踏步的走，分两种走法。第一种，两个手往上穿，要踏步的那一只手在里面，穿高。要下去的时候呢，两个手叠住，叠住以后呢，再。 分出去以后呢，两个手蹬出去，眼睛看你的手，然后呢，换另外一边，穿高，再按住，蹬下来，按下来，往下分，好，一手低，一手高，有没有？一种练法，好，两个手分出去，要注意的就是两个手，哪一个在里？ 哪一个在外？记住，提脚的那只手在里面，按住以后就在上面，然后分出去，提脚的在里面，按住了以后再分出去，下面另外一种，踏步而走。 这做的时候要注意身体啊，蛇身下来，所谓蛇身呢，就是身体啊，滑出去，游出去，你不要指着电灯，这样下来，身体没有动，就不太好咯。坐的时候身体下来，靠身体的下来把手挤出去，再出去这边。 下来，后面手量掌量好，再出去这边，下来，靠身体刷刷出去，这是八卦掌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。身体啊，练习的时候啊，它讲的很好听啊，像条龙啊，其实就像条蛇啦，刷出去，是这样子，这个试着我们大家练习一下看看。